Monkey 来，好，上路有人推线过来反波野，但是盲僧上面两水怪都没刷的，北川的刷野路线直接要了下路 gank， 没有任何眼，秋秋要爆了，爆谁呢？直接爆，还要爆这边的 AD 摸眼，你闪我也交闪，接闪现躲，那这样 Snake 应该是必死无疑了 ，Snake。还有天一波挂另一个，再把另一个打残，最后北川拿了一血，可惜的是一残连汤都没喝到啊，助攻都没混到，然后一个踩到这里，怎么说，秋秋过来当保安，漂亮的保安，秋秋这保安当的非常漂亮，让一残没有办法输出，进化换点燃，咱俩 CD 都一样啊，无所谓，进化问号，我问号你的进化问号，进化接点燃 啊进化点点燃不是很常规吗？点燃100多伤害呢，一个进化解了，你还问号进化问号，好，小打小闹，两个人都没什么伤害，好，大招换你大招，交不交死了呀兄弟，不是，哇，这明显大招换大招，你早交大你就走了，这悟口就是跟你大换大的，这都能死啊，波比还节约一个 TP 为这条小龙做斗争啊，大招清线也要赖我和，根本约不掉一残啊，进化直接解，解的直接硬来吗，闪现直接躲，技能全流了，伤害够吗，伤害还是够，大跟住没用，这边是那个扛打，差点把自己扛死了，大跟，但是 Monkey 也要赖我和直接劈走，盲僧的，你看阿乐的下路很危险的呀，现在下路比较危险，所以说让有多段位移的狐狸去带线会好一点，阿乐反正有 TP 就是在上路玩，下路这边外派又准备开了，狐狸这里 TP 过来了，狐狸这里 TP 过来，嘴巴又没清到，但球球这里往前爆不理智，把这里爆死了，爆死之后 Monkey 直接捡势力，北川这里也要死，漂亮，这波 EDG 终于找到机会了，推不了线，自己 AD 来的比较晚，看这条小龙，这条小龙我说实话 TD 直接给吧，不给吗，不给还要来，小左又没清到人，这个词，这个鱼神神呐、啊、鱼神神呐、啊、我说句实在话，这狐狸不如安吉拉一根毛，正面 Snake 交闪躲，我有大东东，大东东没东到，我呀这里有危险，火呀，一滴血没死，这里一个阿神把人抓过来之后，看大根也缠过来了，大根这里也缠过来，这完了，是那个倒了，是那个没了，鱼拜拜，拜拜鱼应该没什么用，又打了波一换二，又血赚啊，迟迟打开不了局面 ，EDG 肯定是越打越难打的，八二开啊，我感觉现在八二开的呀，主要有个波比啊，波比可以人多打人少。好，这里假设的一技能直接交了出来，但是 TD 肯定不会接战的，我小火龙马上就差二十人就叠满了，先别急呗，求求你死就死了，哇哇死一个，哇死一个，看后续，这里一残还没有进化的，还要往前追上，不追了，好， TD 很聪明，我不跟你打了，我就慢慢玩呀，我就差二十层我就起飞了，一残谁敢电 K， 谁带的头，来吧，大龙给压力，然后大龙给压力，一剑大招放得很随意，阿乐没有反击风暴了，看盲僧敢不敢踢，一餐要开始撒米了，一餐开个一技能先跑，没有人敢上啊，一餐闪现过来路，但是一餐这里交三多，一餐要五杀了吗，一餐飞过来一个 Q， 阿乐就死了，反击风暴能挡，好，因为一餐的 Q 是判定是攻击啊，所以他也吃火炮的效果，这里一个 Q 用反击风暴挡下来了，再一个 Q 技能，好，没人，这样可以 A 大龙了， TD 有霍亚，这里有 TP 的，霍亚能直接 TP 过来，完了呀，这几个人强行窝硬，一餐有没有把一餐窝死，阿乐这里没 TP， 感觉来不及了，这大龙可能要给了，霍亚出去当保安防住 Monkey， 不让 Monkey 抢龙，但大龙打得不快呀，
Snake 大招还有20秒 ，Snake 没大，大龙这个看要白给了，有吗？这一剑没有抢到，毕竟不是国骂玉系，妈呀，这处刑了呀，处刑一个，让我 Q。天音波挂到5秒钟有大，北川飞过来还有2秒钟有大，摸眼大吗？一个天音波没挂到，那没有机会了，大招刚刚好。小龙还有10秒钟刷新的 EDG 怎么办啊？一餐进化马上好，但是没有闪，这不有点机会？大招给的太随意了，这干嘛？维鲁斯大招给的，哇，完了五杀了呀！这啥把米来都五杀了，兄弟，这啥把米来都五杀了呀！一餐又要死一个了，打到双杀，这不敢打了呀！这种团开成这样，这不啥把米都五杀了，真的。TT 叫过来也没用啊，把 TT 叫过来 ，TT 过来了也没用啊，只能叫 UP 了，下巴，把 UP 叫过来，白叫过来，大脚板抓到是那个这个闪现招早了，这被抓梦就抓回来，这里秒一个，要被处刑了吗？哎呦，直接被处刑了，这个人头都能算一叉 N 的，明明是无可的大招炸死了，这都能算一叉 N 的头吗？真是 K 的送啊！现在烧火龙一口就是500血又斩杀了呀，这是 K 了送啊，他真正的 K 了送，兄弟，什么人头都是他的。可惜了 EDG 还差2分钟到7点，就差2分钟啊， EDG 没能守住啊，现在时间18:58，就差2分钟，可惜了。